22:12,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Oh,
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哋满怀神圣嘅欢乐、感恩、雀跃，因为你圣子嘅升天预示咗我哋嘅归程，元首基督怎样光荣升天，我哋作为佢嘅肢体，亦都同怀希望，被召唤到同一嘅境界。因你嘅圣子，我哋嘅主耶稣基督，都同你同圣神系唯一嘅天主，永生。请各位坐下，今日读经在礼仪书第64页。读经一，攻读中途大事录。得爱彼得，我在第一部书中已论及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直到他藉圣神祝咐了所选的宗徒之后被接去的那一天为止。他受难以后，用了许多凭据向他们显明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显现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说：你们听我所说过的，约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现在就要给以色列复国吗？耶稣回答说：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人。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在他们观望中被举上升，有一朵云彩接了他去，离开他们的眼界。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升的时候，忽然有两个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向他们说：加里纳亚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降临。上主的话。答唱咏答对：天主上升，有欢呼之声护送，上主腾空，有号角之声相从。万民，你们要鼓掌欢腾，也要向天主欢呼庆祝，因上主自大至尊，可敬可畏，他是统治宇宙的伟大君王。天主上升，有欢呼之声护送，上主腾空，有号角之声相从。你们应歌颂，歌颂我们的天主，你们应歌颂，歌颂我们的君王。天主上升，有欢呼之声护送，上主腾空，有号角之声相从。因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你们都应该以诗歌赞扬天主为王，统治万国。天主登上神圣的宝座。天主上升，有欢呼之声护送，上主腾空，有号角之声相从。
公义。高读圣保禄中途致厄弗所人书：弟兄姊妹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即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好使你们认识他，并愿他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在圣徒中他自己的光荣是怎样丰厚，他对我们相信的人所先指强而有效的德能是怎样伟大，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制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天主又将万有置于他脚下，使他在教会内做至高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在一切内充满一切的圆满。上主的话。福音前欢呼，让我们一起起立。但不信的必被判罪，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相随，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预言，手拿毒蛇，甚或喝了什么致命的毒物也不会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主耶稣给中途说了这些话以后，就被接升天，坐在天主的右边。中途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并以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上主的话。他们所传的主要是围绕住基督的死亡和复活。那我们称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呢，是叫做初传，即是初传。中途一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主要是讲这边。当时是没有讲到圣殿，圣殿是后来，可以说，特别是路加，好像是施加上去的。因为死亡复活咁重要，所以四部福音都有。但系重要嘅嘢咧，非常重要嘅咧，四部福音都会提。
但是詩篇呢得兩部福音講嘅啫。路加同馬爾谷，馬爾谷所講嘅大概都可能係後人加上去嘅一個附錄，所以主要都係嚟自路加。嗱，雖然我哋話比較上耶穌嘅升天好似冇死亡復活咁重要，但係唔係話毫無意義嘅。起碼我哋今日念聖經咧，都會話他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即是話耶穌升天咧，都係我哋信經嘅一個部分，我哋都會記得特別嘅重要性。今日既然係耶穌升天嘅先例，我哋都會問下升天有啲咩咁重要啊？同我有啲乜嘢關係啊？呢兩個咁樣嘅問題，我哋反省下。首先，如果你首先有注意神父練習讀經嗰陣咧，呢個教會嘅祈禱都提醒我哋。耶穌基督聖子的升天預示了我們的君臨，一個這樣的方法，即是說因為耶穌基督的升天，我們作為他的門徒將來都會升天的，因為我們信了的人最後我們的歸宿在天上耶穌基督那裡，所以他升天我們都會升天，不單止是聖母會升天，你們都會的。或者話我哋已經已亡嘅親友，有時我哋去咗邊咧，我哋會話哦升咗天，所以天都升天，都係話俾我哋聽，我哋每個人最後嘅歸宿係喺邊一度，係有意義嘅。所以呢個最簡單、最直接話俾人哋聽啦。耶穌升天或者有咩意思啊？有將來都升啦。我哋可以咁樣答，好簡單嘅答。嗱，今日幾篇讀經咧，有唔同角度去講耶穌嘅聖天啊！咁我睇下呢幾篇讀經，耶穌聖天俾咗我哋乜嘢？第一篇嚟自中途大使啊，係聖天記載最重要嘅內容啊！當然，路加係好重視聖神嘅降臨，耶穌去咗佢嘅聖神先至會降臨。耶穌多次咁樣講：如果我唔去，護衛之神唔會嚟。他來呢，他會教你們我所講過的一切，所以我一定要走的。所以耶穌升天其中一個意義就是說、聖神來臨，這個聖神是他的聖神，是耶穌基督的聖神賜給我們，使到我們能夠繼續去記得。所以這個是一種講法，耶穌一定要走的。不過走有幾種不同的走法，路加就很重視那種走的，你見得到他由地上咁樣升起那種離開。馬竇講咧又唔係咁樣講啦，馬竇都講耶穌會離開，但係講嘅時候就話你見唔到耶穌，但係佢會同我哋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嘅終結都係講耶穌會走嘅。不過佢冇走到過，其實係同我哋喺埋一齊，不過我哋嘅眼睇佢唔到，佢天天和我在一起。呢、这個馬竇強調啊，仰望都差唔多，仰望亦都冇講升天，仰望嘅提高。耶穌最後一句話，你記唔記得係咩啊？耶穌最後一句話就係見到是而相信嘅嗰啲係有福嘅，即係話耶穌用一種另外一種存在喺我哋嘅中間，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喺我哋中間。在我們中間，但是要有信德的眼光去看，你才感受得到祂臨在我們的中間。所以不見而信是有福的，這是仰望福音要帶出的意思。好，今天我們要回到我們路加的傳統去講聖經，因為他特別注重耶穌的聖經，因為他聖經之後聖神會來臨，大家大概都記得復活後幾多日升天啊？咁我講係40日升天啊。不過今日就唔係40日㗎啦，上個星期升天啫。以前我哋嘅升天係喺星期四，不過因為你星期四冇假放，所以等你有機會去參與升天嘅先禮，所以將佢吞咗去今個星期日啫。其實係上個星期四，咁你數數啊，嗰陣先至係40日。他用四十呢個意思表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舊約多次用四十去表示啦。以色列四十年喺曠野，新時代開始先至入福地啦。
梅瑟四十日在山上，在那裡接受十戒。耶穌出來有四十日在曠野裡面，先至有出來宣講福音。總之用四十一個咁樣嘅數字，表示新時代嘅來臨，聖神降臨，新時代嘅來臨啊！突顯呢個帶出。嗱，我哋跟住要問，聖神來臨為乜㗎？主要我哋會話為教。为教会，给力量教会去传福音。耶稣在世33年，其实他传福音得3年而已，很短的时候，之后他再没有自己直接去传。但是传福音是重要的，他出来第一句就是说，天国临近，你们悔改顺从福音。福音的话是重要的时刻，但他说了3年，这份传福音的工作谁替他做的，就是门徒。所以路加是特别强调的，耶稣升天了，他自己不再做，是你们替他做，发出一份很明显的信息，你们替他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既然是新时代的开始，但是门徒都可以感受错了新时代的来临，但他还要问耶稣，是不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啊？以为新时代的来临是指这个复兴他们的国家那种这样的形式啊？但是耶稣所说的新时代的来临是圣神降临的，圣神降临之后赋予教会力量去传他的福音。所以教会有一个任务的，升天之后这个任务教会去传基督的福音，这是最清楚一个宗教性的任务给到教会。教会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去使到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顺利进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所以当教会去搞政治啊、搞经济啊、搞社会啊的时候，忘记了传福音，这个不是耶稣预言。其他的东西是帮助我们传福音更有说服力，帮助人更了解福音，这福音是很贴地的，让我们感受得到。但是何时我们不传福音呢？好像圣保禄所说的，我们真的有祸，如果我们不传只是搞其他。当然这个问题是争论了很久，从利马窦时代已经争论，因为利马窦用很多其他的方法去辅助他传福音，但很多他同期的人不是很同意他那种方法，只是觉得他教这些数学天文地理做乜鬼啊，传福音就算咯。但利马窦是当时就教啊啲大士大夫教他们数学，教他们天文，教他们地理，借这个去传福音，等呢啲人信服佢依家佢个方法。但系其他嘅人硬系唔满意佢嗰种，认为传福音太慢啦咁样。所以我话呢个系争论好耐嘅问题啊！希望我哋能够揾到一个平衡点啊！所有做嘅一切都系为咗传福音嘅好处，唔好忘记传福音呢个最基本嘅宗旨就得。所以值得我哋反省啊！但另外一方面，讲升天的时候又不要太过陶醉于一些奇迹性的事情，升天是很奇异的一件事。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看着耶稣好像落得命那样升天，你震惊看着他都很好相信，你很自然不只眼睛看向上望，就是说你能够只是望，即是陶醉于那种奇异的景象，忘记了一些东西。所以跟着这些事发生，两个天使出现对他们说，为什么你呆目望天啊？这个不是你应该做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是很贴地，继续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工作，好像眼只是注视那些奇异的形象，
陶醉於啲異象嘅出現啦，即係睇聖事件呢一邊。嗱，呢個係所有作為基督嘅門徒要做嘅一件事，就是、傳福音嘅工作。有時好可能我哋會問嚇，點解有啲修道人匿喺修院裏邊都唔出嚟？佢哋都冇傳到福音，係咪違背咗呢個意思啊？耶穌俾我哋嘅任務啊，我話唔係㗎。每個人以不同的方式為耶穌的福音作見證，他們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個見證，有時不需要講說話，他的生活就是一個見證。還有就是不要以為他們對世界大事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你以為這樣你錯，他有可能他們有的是時候，他們知道他們比我們做得多，因為他們每天的祈禱就是為世界上面各式各樣的大事情發生了的事情，世界什麼大事，特別是教會裡面的事情，他們每天都注意這些事情，然後在祈禱裡面來作他們祈禱的意向，為我們教會祈禱。所以他整個的生活就是工作和祈禱，祈禱佔很重的份量，而所祈禱的就是為我們的教會。所以不要說他們沒有，即是對傳福音裡面沒有貢獻，如果不是他們的祈禱，可能我們的傳福音不會那麼順利。所以每個人以自己不同的方法繼續耶穌基督給我們的任務，傳福音。好，第二篇讀經來自《馬可所書》，裡面就提到升天之後的耶穌基督有很大的德能，天父將萬有放在他的腳下，表示他有這樣的權力支配著這些東西，而教會就是他的身體。彼得的信息就是我們要依賴這個升了天之後坐在天父右邊的耶穌基督，他有這樣的能力幫助我們去傳福音，你要依賴他的能力。所以第二篇讀經給到這個信息，你跟耶穌基督合作，他有大能幫助我們，不要失望對傳福音好像沒什麼成果，耶穌基督會幫助我們。賣二個福音，雖然我們說附錄始終都是聖經的一部分，不要理會誰寫，總之是聖經的一部分，大數的信息都是對的。今天福音就提到叫我們傳福音，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所以對象呢比只是向人傳福音重要廣下。這個講法呢是很符合我們現在所講的，我們不要只是見到人，見到整個世界，見到我們天主所創造的一切事都受福音的影響的，一個這樣的信息在這裡。然後跟著耶穌用標記去表示福音的能力，就說有奇蹟相隨，能夠驅逐魔鬼，說新語言，吃了一些有毒的事物都不會受到傷害，按手在人身上、病人身上會得到痊癒。這個是想帶出福音那種力量，能夠有些事，當然這些事在早期教會是多次會發生，我們聽到早期中途有很多奇蹟性的出現是有的，但是我們今天再看回那陣要很小心，就要看出這些這樣的表達方式很可能來到我們這個時代能夠有不同的意思在我們生活出現。比方能夠驅逐魔鬼，請問你是幾天到黑都去驅魔啊？你不是的嘛。魔鬼代表著黑暗的勢力、罪惡的勢力，福音有能力去驅逐這些黑暗的勢力，你相信他的力量，罪惡不可以戰勝。我依賴耶穌基督的能力，我有能福音可以驅逐這些黑暗的勢力，可以相信的，即係唔係叫我哋出去外面風度去驅逐魔鬼啊？小心，唔係個個可以做嘅啦。呢個有另類嘅意思。
說新語言啊，中途的確嗰、那個事故係發生過啦。佢哋講一啲啊，啲人個個都聽到佢自己嘅方言啊。當時的確有呢啲咁樣嘅可能性發生。但今日說新語言咩意思啊？能夠用咩？能夠用另類嘅意思出嚟話，福音使到我能夠改變咗，使到我所講嘅説話都唔同咗。因為福音嚟嘅，我舉一個例啊，你可以話有啲人咧習慣咗講粗口，開口埋口就問路人，信激，即係話福音嘅力量可以改變嗰個人，使到改到佢能夠一句粗口都唔講，得唔得啊？係得嘅喎，為佢已經係成為新嘅語言啊，因為佢唔係咁講。而家係新語言，佢成個人變，福音使到佢改變，唔再係從前嗰、那個，佢唔需要成為問題。但福音嘅力量，我哋即係話，福音嘅力量我哋想唔到，即係能夠有一個咁樣嘅意思啊！有毒嘅事物唔受侵害，小心，唔好以為咧，乜嘢細菌我都唔怕，有耶穌基督保護啊！唔好咁樣做一啲好即係話相反衞生啊呢啲咁樣嘅事係唔啱。有時要好好保護自己係應該。我記得我哋耶穌會有三個年輕嘅聖人啊，呢三個年輕聖人就係當時唔曉得呢啲醫療嘅常識，好年輕嘅染病去世。服侍病人的時候染病，當時的傳染病又不懂得保護自己，有聖雷斯青年的主保，有負責的主保聖雙伯門，有初學的主保聖 Stanley， 三個年輕的聖人個個都是二十歲之歲時，就因為在醫院服侍病人而沒有好好保護自己，所以不要以為嘅天主保佑我不百病不侵，唔係噶，呢啲醫療嘅常識都要跟住，所以要好小心了解呢幾句説話嘅意思啊。然後按喺病人身上使人痊癒，意思就係話福音有治療嘅能力，唔一定係叫你去使到啊唔使睇醫生噶啦啊，我為佢放手就好翻，唔一定，有可能發生。在很多地方我們都聽到這些事情奇蹟聖靈發生，但是這裡只是想說福音有治療的力量，可以治療人，所以我們聽到很多福音戒毒、福音戒賭、福音戒酒，可以的，有這個力量去幫你治療你的一些所染了的，你可以說上了癮的病，所以讓我們都了解今天耶穌所帶出的話有奇蹟相隨，福音有些我們想不到的力量在後面。好，所以總括來說，記住耶穌的聖經提醒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有聖經的希望，耶穌聖經更重要的是我們繼續做祂傳福音的工作，這是我們主要的工作。耶穌基督會以祂的聖神和我們合作，所以記得我們今天福音的說話，中途就出去到處宣講，主和祂們合作，都讓我們相信升了天的主以祂的聖神繼續合作，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請各位起立。